爸想给我报奥数班，要不要去呢？我都等好久了，爸爸什么时候才来看我合唱排练？晶晶，别急，你爸马上到了啊。他要是再不来的话，就罚他整整一天都陪我们逛商场，买好多漂亮衣服。傻孩子，这哪算惩罚呀？爸爸哪次不是开开心心陪咱们逛街的？妈妈，他怎么也来了？哎，你别乱跑啊！晶晶，哼，我要不是故意的，我才不道歉呢。人家又不像你，天天都有新鞋穿。哼，我去找爸爸喽。哎，这孩子，哎，他不是故意的，回去擦擦就是。哦呦，朝阳，你的新鞋子脏了，是谁踩的？
朝阳，你现在还觉得爸爸是真心爱你、在乎你吗？他可以陪朱晶晶一整天，却只拿一双新鞋把你给打发了。你受他们母女俩欺负的时候，你爸爸还想着要陪朱晶晶呢。没用的，朝阳，你所有的，你希望他们都能从这个世界，你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因为爸爸身边有了他们。只要他们都消失了，你或许就有机会重新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对吧？到时候，好好好，你没有，那就快去找你的爸爸吧，看他到底会不会选。你就是朱朝阳啊，你问我干嘛？谁都知。原来你说的是朱先生啊，不好意思啊，朝阳，你爸爸往左边走了，你快去看看吧。
想去找我爸，我才不让你去见他。你快点吧，一会儿就要合唱排练了，老师不让迟到。还没打上课铃呢，再等一会儿嘛。上课铃还没响呢，要你管。Thank you.
朱晶晶同学获得宁州少儿歌唱比赛一等奖。现在有请获奖同学和家长一起上台领奖。谢谢老师。哎呀，感谢评委老师的厚爱啊。晶晶爸爸是永平水产的老板，也是我们本届歌唱比赛的赞助商，可不可以请朱先生讲一讲自己是怎样培养出像晶晶这么优秀的女儿的？哎，呵呵，优秀倒不敢说，是晶晶自己很用功，每周都非要我送她去上歌唱班，一节课都不能落下。我们做家长的当然就得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平时多多的陪伴和鼓励他，给他一个好的童年嘛。爸爸爸爸，一会儿带我去游乐大世界玩吧，我们约好的。好好好，小宝贝别急，咱们还没吃大餐呢。真是幸福的一家人呢。来，轻轻拿着奖杯和爸爸合影留个念。上课铃还没响呢。上课铃响了，我可不想迟到。
爸爸是为了那件事才来的。哎，朝阳，你该不会全忘了吧？那可是改变你人生轨迹的大事，就在这儿，你和朱晶晶，还有普普。我不用现在提醒你，你很快就会看到相当有趣的画面了。